入了这个啥呢？不是有这个天命的法门入面，歹势，把你的迄个第三观大帝手印这本册，把你的名补掉，打回原来应该爱去的地方。甚至在咱的眼怀疑你天官的所在，搁有业事的印记，去到了人一个看到，知影讲你这反头坏掉。这个是很严重的事呢，这是非常严重的呢。哦，所以呢，甲咱讲，地球岛内底的测度内底，咱的眼观就叫红封闭啊，做记号，集中眼观哦。哦，你当再继续对六道轮回。所以，为什么佛法今天伫这个这么宝贵的新春观、新春智勇观，要甲咱诸位精神代表，甲咱提醒？哦，可以，你像讲普光山有咧十二月初八，有咧做腊八粥，人手不够，你刚好可以，你可以去帮忙，合作，互相帮忙可以。但是你千万不要再搁冤家己兄弟讲啊，你来皈依啦，你来遮用啥啦，啊，顶过法师甲你灌顶啦，那你一做了，你的名声就用破掉。哦，所以呢。希望趁着我们今天这个新春宴的班，哦，能够让大家，哦，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会当了解个较济，较袂为着因为咱的无知、无明，那无明起来，就比这个佛这边、佛魔这边，无明也在吼，是六亲不认的嘛，所以呢，就变成这边佛神魔王的这边，希望咱大家拢会当做着。佛菩萨慈悲的一面，所以予咱知影讲，有一挂工课是可为可不为，啥物代志会使做，啥物代志咱爱有智慧，通去人拍到。如果咱若是无安尼，予咱家己经验家己，那么那就枉费讲咱一世人，遮尔样，我们出世做人无通去，我会当去做，那太可惜了。哦，啊，感谢上天慈悲。那么，哦，感谢傅前人，感谢各位点灯师，感谢各位前贤，哦，大家的布置。希望我们这个班，哦，今天这个班破写所讲的，多少也当记这几两句话，哦，那哦，渴望对大家都有所帮助，感恩，谢谢。大众请起立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前道起功，尊道起功。我们再以热烈掌声感谢讲师。接下来，请我们龙鼎王师来为我们解释业文。